真的是太刺激了，姐，真的吓死宝宝，太神奇了。然后一戴上眼镜，就感觉进入到另一个空间，特别特别棒，很刺激，很恐怖，不错，挺紧张的，身临其境嘛。紧张激烈的场景音效，枪林弹雨的快速夹击，质感超强的逼真画面，让你身临其境，激情四射。奇境，十多款刺激好玩的 VR 游戏全面出击，震撼上市，敬请期待。